好声音平安女友朱洁静现身某化妆品牌活动站台捞金。当天身为国家一级舞蹈演员的朱洁静身着一身黑色长裙，大秀傲人身材，而后一段的豪放热舞大展其舞蹈功力，引得台下掌声连连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朱大美女在大秀一字马时不小心走光了黑色，春光乍泄。之后还有细心的网友发现朱洁静手臂背部多处刻有纹身，小编不禁猜测一番，这是不是和平安爱的印记呢？优酷娱乐播报整理报道。经典汇聚，口碑之作，夏洛克带领超能少年杀出领界，优酷英剧频道重磅上线，算艺英剧尽在优酷。